什么要出书，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猫了，然后所以除了自己的家猫之外，我就也开始想要帮助更多的流浪猫，然后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在路上看到流浪猫的时候该怎么正确的帮助他们，对待他们，然后想要提倡以领养代替购买的观念。那这本书除了有访问了猫中途，然后医生，然后提供了非常多专业的资讯之外，然后里面其实充满了我跟三只猫咪，就是从小一起，从他们小相处到他们大后，三年来所有的点点滴滴，然后很多很有趣、很白痴的事情，想要分享给你们知道。这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希望所有的人看了这本书都可以爱上猫咪，然后带给所有的猫咪更多更多的幸福，然后自己也会幸福。